他们那么远，聊天你都能听见，我怎么听不见？曹先生，您想多了，是因为您没有用心听。哦。野山青，我会把你关在一只眉对面的牢房里，到时候会有人来给你送饭，就是通知你可以逃跑。你要假戏真做，可以打上我的人。 记住，不能杀了他。野山青，开饭了！开饭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啊，肚子疼啊！疼，肚子疼，疼，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 过去了，啊，嗯，哎，梅娘，你头怎么了？疼不疼？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一点都不疼。 山鹰他们呢？山鹰在哪儿？放心吧，山鹰他们很安全。啊，曹先生呢？曹先生，那个山鹰让曹先生去什么棋盘镇？找谁？但是具体地址我不记得了。海棠应该知道。哦。哎呀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怎么了？大鹰叔子把我的同福客栈炸了，我把山鹰他们藏在地窖里面，不知道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他们还能不能撑得住？那咱们赶紧去救山鹰他们呀！ 可是我们怎么走啊？啊！哎哎，这儿有日本兵的衣服，我换上，我架着你出去。嗯。山青。 终于出来了，我们终于逃出来了。这不安全，梅娘，咱得先走啊！啊，梅娘，怎么了，梅娘？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儿，山青。啊，我梅娘能嫁给你，这辈子啥都不求了。我也是。哎，梅娘，山鹰他们还在客栈呢，我背你走。啊，来。啊。 哪传来的？哪传来的？你别吵！好了好了，哎，这边，好像是这儿。啊！山青，快点！山青，快！这是另一个出口。是这儿吧？是，快点！你！啊！山鹰！山鹰！
身上。玉芝梅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，没事了，太好了。沈英，我吸口气啊。梅娘，哎，太好了。哥，沈英，可以为这辈子再见不着你了呢。沈英，玉芝梅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没事儿，只要你安全就好，你安全就好。沈英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跟你哥在小日本的监狱已经拜堂成亲了，快叫我嫂子。我不，我要等你给我生了大侄子再叫。淑子小姐，他们要跑。就是让他们跑。放长线钓大鱼，找到曹大年，我才能够将功补过。嗨，走，走。丹阳，姐，刚才大门加强了防守，说是有人越狱，这里根本出不去。出不去也得想办法出去，冲出去！是死是活，听阎王爷的安排。哎，梅娘，回来！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。再说，要冲也是我哥冲，你一个女人胡闹什么？是啊是啊，要去也是我先去。又偷啥呀？你去侦查一下。快呀！走。我说你偷车就偷车呗，你把人把儿撅下来干什么呀？坏，这么多鬼子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只能硬冲了。通知后边准备。我去！
按照你的命令，我们进行了阻击。笨蛋！啊，我不是说了虚张声势吗？浪费子弹。汽车没有多少油了，我们现在去追踪他们，在棋盘镇消灭海棠小组，夺回军火专家。你看，嘿。怎么回事？车没油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跑出这么远了，日本人应该被甩在后面了。咱们朝前面的那条小路，跟小贝汇合去。走。哎，山青，快点！哦。舒子小姐，前方发现一辆我军的卡车和一颗扣子。卡车？朝车头方向追。等等，舒子小姐，万一他们把车头对准，他们逃跑的反方向，我们岂不是就上当了？那扣子呢？我们按照扣子指示的方向追，总没有错吧？扣子？野口，军犬和扣子才是我们追击海棠小组的致命武器。嘿，手下愚钝。我一队，嗨！海棠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也觉得奇怪啊？今天小鬼子跟蝗虫一样多，按理来说会死盯着不放，怎么那么轻让我们突围了？多加警惕。山青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？啊，没，不疼不疼。这点伤算什么呀？就算让我跟你一块儿去死，我也瞑目了。呸！别净胡说。呸！老天爷是不会让我们死的。嗯，老娘我还没给你生儿子呢。快点走吧，别磨叽了，还生儿子呢？洞房都没住，你又不是孙悟空。你还想不想让老娘给你做红娘了？想啊，当然想了。那，你跟大舅哥先聊着啊。气死我了！报告，舒子小姐，军犬李逵发现了纽扣，指定了追踪的方向。我不得不说一句我自己都不愿意再说的话，追！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药丸，易溶水，含有剧毒。我要让你在合适的时候杀了苏海棠。山青啊，山青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啊，没，走时间太长了，有点渴。梅娘，你带水了吗？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梅娘特别耐旱，几天不喝水都没事儿。我这也没背包袱，去哪儿给你弄点水喝呢？哎，梅娘，我刚才看见海棠好像带了个水壶，不知道有没有水啊？哎，海棠有水啊！啊，马上给你拿过来。啊，不。哎，我喝人家海棠的水合适吗？哎呀，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你现在渴着呢，这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吧？我跟你去吧。走。海棠，那个我家山青有点口渴了，你把水给他喝点呗。给，谢谢你啊。来，山青。哎，你们聊你们的。嗯啊。梅娘，嗯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老娘我这么皮实的人，
2-3天就好了，你看，都已经消肿了，对吧？老娘我皮实着呢。海棠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我也有点渴了，我也喝一口。干嘛呀你？你喝人家海棠的水，怎么能不打招呼呢？你这没教养啊！山青，你说什么呢？不就喝点水吗？你也喝人家海棠的水了，你怎么这么说山鹰呢？不是，我哥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我去看看他。哎呀，山青，你刚刚怎么了？怎么那么对山鹰啊？梅娘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从小鬼子监狱里边出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心烦气躁的。我受刑不说，最糟心的就是他们折磨你。山青，梅娘在江湖那么多年，皮糙肉厚的，这点心算什么呀？你不用担心我。淑子小姐，你说叶山青真的能带我们去杀掉苏海棠吗？没什么真的假的，他杀也得杀，不杀也得杀。但是如果有人让我杀掉你，我肯定不会。那如果也有人给你注射了蚂蚁二号，让你杀我，那你杀吗？不会，我情愿自杀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是的。叶山青比你有出息。你又刺痛了我。山青，哎，自从监狱出来，老娘就打定主意再也不和你分开了。只要有你在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以后咱们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哎，梅娘，我刚才对山鹰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啊？是，我这个当哥哥的不太称职吧？没事儿，有我这个嫂子呢，我帮你去看看他。哎，逃出监狱后，我们会在后面跟着你。但是你别想甩掉我们，要不你会死得很惨。肚子疼，我上趟厕所。苏组长，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我刚才肚子疼，上厕所了。你眼睛怎么红了？啊？哦，刚才进沙子了。
起床了。我说出发了。出发了就不用正式通知了吧？你别磨磨蹭蹭的，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哎，等等我！哎呦！淑子小姐，前方发现纽扣，叶山青果然没让我们失望，继续追。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动静，估计应该没什么事儿啊。凡是希望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，往往偏会朝着反的方向发展。师父，哎，你跟我师父说出的话一样。今天从你嘴里说出这话，我这心里听得直颤抖。不是，你什么时候多个师父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当然不知道了，我那个师父是上海滩的贼王。你俩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？海棠的意思是说，说不定鬼子已经离我们很近了。那怎么才能知道日本人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？丹阳在。布半雷，让他告诉我们日本人的远近。嗯，明白。淑子小姐，你说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既没有发现苏海棠的尸体，也没有发现坟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了以防万一，野口，你立刻带队绕道去棋盘镇，想办法摸清曹大年的下落，我负责继续追踪。真是条妙计英明。我让你笑了吗？你又一次刺痛了我。海棠，你说的没错，果然有人跟踪我们。听声音，他们离我们已经很近了，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了。快，走，天青，快！山青，虽然咱俩没有正式拜堂成亲，但是老娘这辈子会拼了命对你好的。淑子小姐，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要就地解决了他们？先沉住气。我已经把野口派到棋盘镇去了，现在杀了他，有可能我们再也抓不住曹大年了。
想把解药扔掉。看来他是撑不了多久了，跟我想的一样。蚂蚁二号哪儿那么容易接？罗叔，山鹰同志，快进去，我来把风。快！海棠，山鹰，哎呀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小贝，曹先生让你们久等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去厨房给你们热菜去。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把我给急死了。哎呀，别提了，九死一生，危机重重啊！等吃饱了饭，我再跟你讲啊。嗯。现在总算可以正式喘口气儿了，我得美美的吃一顿，喝一顿。干嘛呢？进来，让人发现怎么办？哦，快点。淑子小姐，海棠小组已经进入棋盘阵了。好，你派人把守棋盘阵的两个出口，我带人消灭他们。是，两个出口，记住了。走。日本人是一路追过来的，他们会不会追到这儿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罗叔是自己人。再说了，小贝姐他们在这么久都没事儿，我们一到他们就追来，太邪乎了。不好了，小日本来了！什么？我们赶快撤，从后门走。我掩护你们。山鹰，你快带曹先生走，我和丹阳留下来掩护。好，大家跟我来。吃口馒头垫一垫。哎，走吧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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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准备。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万一有小日本怎么办？对呀，那怎么办呀？翻墙过去。你怎么知道翻了墙过去，没鬼子就安全啊？二师兄，你跟他解释。你是不是傻？你不会探头看一看啊？对呀。哎呀！丹阳，不搬雷。是。哎，姐，马蜂窝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去。
去吧。嗯，海棠，石灰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用我们的招，让日本人尝尝鲜。准备掩体。是，走，准备。树子小姐，看看有没有后门。好意思的。来不及了，保护曹大年才是最重要的，快走。海棠族长，快走吧。保重。好。观察过地形，还有第三个出口，水路。你这还不是玩完吗？我是只旱鸭子。耗子，哎，我们三个先去侦查一下，海棠你随后赶来。看到海棠小组了吗？报告数字小姐，没有发现海棠小组的任何踪迹。对面有条河，派人把守了吗？河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个笨蛋？你把两个关口都把住了，他们不去第三个去哪儿啊？河边是第三个出口。我不知道。笨蛋，追呀、啊！嘿，这边。太好了。二师兄，我掐指一算，我这旱鸭子有救了。哎呀，有救个屁呀、啊！人家海棠不在，你就敢做决定坐船过去？他不在，这个决定当然由我来做了。上船，再弄上几艘船，接上海棠他们，咱们来个胜利大逃亡，让大英叔子望洋兴叹。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啊，这船漏了你看不见啊？你要不上船试试？到河中间看他会不会漏。
你胖，你跟他一起。我才不跟他一块儿呢。他这个人目无尊长，你就这么一人。你再看我，我这一路我对你尊重有加吧？你倒好，海棠不在，你还犯上作乱了你。你这脑袋是不是长反骨了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还是不是我兄弟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是看婴儿做决定比较困难，我才抢先做这个决定。这叫啥？扶危济困，是吧燕儿？我对你一直都是忠心有加，是吧？那现在我以山鹰战队队长的名义命令你，你在这等海棠他们过来，然后我跟耗子往那边走，你等他们，等到了之后过去跟我们会合，听到没有？哎，别别，记住了。燕儿，怎么就把我给留下了呢？过河。等等，舒子小姐，我想知道你是通过什么得出过河的结论呢？他们以为过了河我们就追不上了，所以他们一定过河了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补充，如果我是敌人的话，我们过了河肯定会把船拆掉或者烧掉，但是你看这有一艘完整的船，他们为什么不拆掉呢？你眼镜坏了，眼睛也坏了，你没看见船漏水了吗？嗯，啊，哎，那你为什么得出过河的结论呢？因为我想测试一下你的智商是否健全。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我们是应该过河呢，还是不过河？这，这个，等等，哎，走这么久了，咱能不能原地休息一会儿啊？啊？好吧，大家原地休息。休息会儿。沈清，是不是很累啊？等一下再走的时候，让梅娘背着你。哎，不用不用啊，没关系。光听说过猪八戒背媳妇儿，没听说过媳妇儿背猪八戒。哎，你个兔崽子，你才是猪八戒呢！讨厌！山青，山青，你干嘛呢？哈哈，我没干嘛，我解个手。解手？你紧张什么？看把你吓的。我没紧张，我这不解完了吗？不是，你干嘛来了？你不在那儿老实待着？